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老片圈圈，欢迎来到圈圈解说。那继续大家送上的是街霸爽快局 UAP Power VR 这两匹晨晨哥。啊，这两位选手经常是捏在一起，像两根灯芯一样啊，只不过是，不好说啊，这个两根灯芯啊扭打起来，一根温度高，一根温度低，啊，一根耐烧，一个不耐烧，那边，啊，都是防火耐火材料啊，兄弟，谁怕谁？谁还不是个耐火材料？离不合来。好，晨晨哥使出了自己看似没有无人畜无害的一招啊！啊，炮二兄弟被迷惑了，要被丢死的时候才发现悔之晚矣。走，一波捏，啊，卡住身位，看一下文爵吧，兄弟，我离不得来。打晕了，好一波，完了，再见。我这个来的，赚的正是时候，失血。完了完了，你不要说要反击利伯特来嘛，打晕，打晕了。一二三四五，漂亮！哇，这局又吹到明年了啊，吹到明年过年的时候，可以的啊 ，Power， 这心理素质。大心脏啊！好了，晨晨哥又要开始了。哎，没有投，好，开始投，兄弟不要动。一二，捏，哎，没有捏到啊，可惜了，被放出来了，兄弟，你放我出来。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厉害啊，文爵吧，兄弟。啊，放出来就放出来，在关键区就是了。哈哈。哪那么容易？哎呦，步步紧逼，完了，步步紧逼，一。二反身弹簧腿完了啊，跟玻璃箱跟起来，请问长老你能坚持几个回合啊？女施主开玩笑，太强了啊。看一下双方第二局，哇，这局的话太爽快了啊，丝血反杀啊。看一下第二局，我们晨晨哥你们能搞心态啊。那换了一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确实换到了一个来很没有立场的一个场景啊。大象谁赢谁输跟他无所谓啊，他只管叫，你们只管打。好，旁边啊，晨晨哥引诱对方过来，现在 Power 果然中计啊，啊，想捏我的光头，你想的太多。啊，想的太多，做的太少，金身，我真的捏光头了，抠你的疤，抠你的戒疤，哇，漂亮，他的疤被抠烂了，赶紧用彩绘弥补一下。晨晨哥这把不用那个比较深颜色的皮肤了啊，这个皮肤看起来怪怪的，感觉少了一点城府啊，不太像晨晨哥的风格了。好，中腿。朝天腿倒地吧，兄弟！一二三四，漂亮！我晨晨哥被近身一个呆穴点起来，啊，晨晨哥也得到了这个待遇啊！近身点呆穴，漂亮！来点，不要动，兄弟！啊，开始你的表演！啊，起跳，双方同时起跳啊！这个地心引力对两批确实不太公平。没有把他及时吸回去啊，他们不在一个地球上生活啊，不受同样的约束。走，一波捏啊，晨晨哥啊，物语漂亮，过顶捏啊，双方已经换了三个场景，可以说规格很高啊，规格很高。晨晨哥这边真的会挑地方，我来了啊，迷之重腿，迷之重腿，过这么长时间才掉了一丝血啊！不要动，离不合来，倒地啊，飘了飘了啊！晨晨哥真的飘了，我佛慈悲啊！走起来，你看我脖子上的项链啊，就能说明这一切。走，你想跟我争奇斗艳，那还差得远啊！念头，我们都是有独特的审美。反身，我漂亮啊！文爵大师不是浪得虚名，进来吧你！啊，一个菩萨杯，不要动！
啊，清康再清康，没有打中，离不特来，完了。啊，这边没有背，不可小。哇，兄弟，着火吧你 ！She's on fire， 可以的。啊，陈晨哥终于赢回一局，心里面非常的开心啊！瑜伽做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啊，继续来一波。好，来了，陈晨哥替身被捏。陈晨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现在越打越顺了。哇，足尖上的结巴。请问你喜不喜欢啊？开花吧，兄弟！啊，出家人，出家人被逼到了绝路，兄弟！一波捏头，两波，没有打晕啊！根部内向跟起来，耕耘大师来了，一波足尖上的结巴，继续！哇，捏头术来了，终于来了，丝儿血啊！一个老树盘根。啊，陈晨哥现在。没有使出自己最霸道的一招啊，就是横横捏头术啊！今天不密宗密，完了啊！头伸过来，岂有不弃之理？光头给你刮的锃亮，一波啊，刮头术啊，顺利！女装大佬啊，女装大佬确实越跳越开心了。起身好，点呆穴，两个呆穴点起来，反身再跳，哇，这个弹簧腿！确实有点意思，专点出家人，哇，兄弟，不要动，走，两波、三波啊！听说你尘缘未了，我来给你彻底剃度一下，问君能持否？啊，大师不能持，真的科学啊，真的科学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局啊，再看最后一局，真的帅，我来了，上来就剃度，兄弟。刮的不干净啊，还有须根，啊，不要动，想闻觉啊，不闻觉都不行，啊，现在春丽步步紧逼，啊，女装大佬来到了恒河挑战，确实，大师也是不能幸免，一波漂亮，这个致命弹簧腿直接弹飞起来，啊，牛顿都坐不住了。兄弟，你的小手画的这个圆画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啊！好，抬腿比你高，反边反身跳。啊，这个中手，中手卡住对方的位置，轻轻一高抬腿，漂亮！对方足尖上的结巴又来了，小抄手进反边捏，还有机会啊！来点，想跑你哪里跑，兄弟，你给我进来，离不特来。一二三，好，继续来。四二血，你不成还要反杀吧？你不可能还要反杀吧，兄弟？不科学，不科学啊，兄弟！这是要剃的吗？跟不底下跟起来！一二，哇，这把正好吹到过年了，首尾呼应啊，一头一尾，真是太帅了。好的啊，大家喜欢全解说啊，点不关注，赶紧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